太好了。是啊。我是你的世界，淑女来了。叮叮，你别误会，我们刚刚只是在庆祝。庆祝什么？我们刚刚收到一个好消息。都怪我，一时情不自禁才……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，也忘了他现在名草有主了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许乱想。没有，我煲了汤，你喝点。去食堂吧，咱俩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。薇姐，师兄把后续跟进的治疗方案发给我了，你快看。等我吃完饭。你还是先去忙吧。先吃饭。爹，我把资料发给你，你打印出来。韦锦，你要不就先去吧，这里有我就行。不过尽量快一点。嗯。走吧。散了，你还是先去忙吧，我有事儿得先走了。你的思念已经都传达到你领带怎么脏了？接下来我给你洗洗吧。没事，回去我自己洗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，记得喝它。嗯，你回去也要注意安全。嗯嗯。漂亮，你这波恩爱秀得太有水平了，是吧？我也觉得挺过瘾的。他不过是找机会抱抱，而我可以光明正大的亲。这就对了，保持这种状态，然后再定期啊去找宁医生，也不用待太久，没事儿搂搂抱抱，腻腻歪歪，再撒个娇，卖个萌，保准把他的心啊抓得死死的。get。哎，不过啊，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毕竟这舒依然十分了解宁为谨，要是他知道他软肋在哪儿，找到突破口，再慢慢渗透的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只要宁为谨心里有我，别人再怎么作妖都没用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有的时候，你以为自己住进那个独栋，保不准这房东又给你招来一个房客呢。你以为男人都跟你一样？你的就不是个独栋，你就是整个小区里面住满了房客。好了好了。宁医生是好男人，就我渣行了吧？我只是提醒你，千万不要松懈，毕竟这对手太狡猾了。这再坚固的长城，他也有风化的时候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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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吃吃吃吃吃，好吧，咱们吃。吃什么吃？